大家好，这里是光速科技，我是杨思维。今天我们来采访的是我们人大附中的一个生物社团，来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这就只剩一缸虾，他们就只剩一缸虾了，所以我们就是拍一缸虾。这是不是他们仅存的东西？哦，上面不很多吗？群上不是挺多的吗？那边我们现在是它已经自成一个体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倒是还有鱼，然后我们也会给它喂粮，但是到现在的话是我们完全不用管它，一个寒假了也还是这样。鱼应该是已经没掉，然后我们推断的话是已经是被虾给吃掉了，那些鱼的尸体。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只有虾，然后可以像螺也可以去吃水藻啊，这样的就类似一个生态体系。对，只是现在就是一个生态体系在这里了，就基本上短时间内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了，应该已经。那你们考虑过消费者分解者的话，你看像这边微生物也来了，这些螺也是自然长出来的，就然后再说的话，就已经一个寒假过去了，现在是事实证明我们这个已经自成一个怎么说呢，小天地吧。也没有说像那种肉食性的像捕食者，这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做到这个循环系统的话，太怎么说呢，不太现实。嗨，Because you know, I mean the biology club, they are all playing computers, so it's hard to find some videos to take. We'll just take some videos around the school and we'll edit.这里我来翻译一下，就是说他们那个生物社团全在那边玩电脑，我们需要再拍到校园内部的东西。他看了 Collins， 看问问能经济档案有没有。友情提示：电梯是只有老师能用，这次出一些特殊情况。没写。It's totally empty. Totally.Where are they? Have you seen them? No. Where is the football club? Where is it? Yes, I'm learning a lot and it's really wonderful. How great this is. Absolutely, yes. It's great. It's good. Another teacher's coming in too, right? With them. Yeah. Oh, you're making a documentary. Yeah, well, I'm making a documentary. I'm learning a lot. Look, I just learned. 我们要不要买这个新的椅子 Wow. Chinese is very fluency. 我有两个好老师。三个。我们去别的地方吧，其他不用问了。对，那个等一下这段剪掉，我们先走吧。No, nothing. I'll just cut a part of it. Okay, I'll cut part of your screen. No. Okay.但是啥哪个型号高没看出来，有很多 MG 大部分都是 MG。 哦，这边是在高达，是我们除了一些我们大部分是做高达的，然后除了高达的话我们还会做一些滴胶，一些像这样的一些装饰品，这样的话就是可以也可以结合大家日常生活，运用在大家日常生活之中。哎，这个我喜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是采访了动漫社以及模型社、生物社和
语文社，那我们今天就是采访这四个社团，内容除了生物社还是相当的丰富有趣的。那么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吧，那我们就有下期，那我们就拍下期，没有下期那我们也会拍点别的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。哎，下午好啊。下午好。你好，这是我们的副校长吗？对，是是是。翻车了。